大家好，我是家基骨科姚淑清医师，我专攻小儿骨科及骨折创伤。在住院医师期间，早早就对于小儿骨科立定志向，除了向我们骨科孩子王陈俊和医师学习之外，过去也有前往台大及成大学习小儿骨科的一个相关经验。现在能持续在台大的一个小儿骨科部门做进修，那我的专长为小朋友成长发育期间会遇到的一个 S 型腿、O 型腿、扁平足、长短脚、脊椎侧弯，还有一些先天会遇到的一个马蹄内翻足、髋关节发育不良，以及小朋友一个跌倒受伤会遇到的一个骨折创伤。对于成人的一个困难骨折创伤的部分，也都有丰富的手术经验，并且以微创骨折的手术方式帮助病患早日的恢复。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，都可以来找我做咨询。